Brian， 欢迎来到我烘焙厨房 BrianCuisine.com。 现在我们人在法国巴黎的巴黎铁塔附近，今天天气非常的好。无论是在整个巴黎或是法国，到处都充满迷人的味道，甜点的香气、美食的气味、香氛的气息，都这么的容易让人陶醉。现在就让我带大家回到我的厨房，用 step by step 的方式一起完成这些味道，希望你会喜欢。巴黎的美食以及甜点让人家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那我今天要为各位示范是来自法国西南部一道相当经典的点心，叫做 Gâteau Basque， 就是我们中文说的巴斯克蛋糕。那所以它的名字叫做蛋糕，其实它在口感跟做法上是相当介于这个蛋糕跟派之间的。那有关内馅的部分，我们今天会使用到两个，一个就是它比较经典的做法，就是我们的这个黑樱桃或是我们的 black cherry， 那完成内馅。另外一个是在19世纪才演变出来的做法，是使用到我们这个卡士达酱。那卡士达酱这个增加在这个蛋糕里面，不但可以增加它的丰富性，而且它的湿润度也相对的提高。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外面这个塔皮的制作开始，为各位示范。我们今天使用到是我们这个中筋的面粉，那我们就先把中筋面粉放进来，然后使用到我们的这个泡打粉。那这泡打粉是不可省略，就是一定要加进来。另外就是我们的盐，那这个三个材料混合之后，我们就是把它混合到均匀就可以。在我们前面的这个面粉材料准备完成之后，我们另外来准备我们另外一个干性的材料，就从我们的柠檬砂糖的混合开始。那首先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准备好杏仁粉加进来。那杏仁粉就是我们做这个马卡龙用的杏仁粉，不过它不用磨到这么的细。先把杏仁粉加进来，然后跟我们这个柠檬砂糖把它混合均匀。然后这个混合均匀之后，下一个就是要放进我们这个奶油。那我们今天这个奶油部分一定要在室温的状况底下加进来。然后这个奶油加进来的时候呢，就是尽量跟我们的这个前面这个杏仁粉跟砂糖部分把它混合到均匀，就是用压的方式。所以你的这个奶油一定要在室温，它这个操作才会是容易的。现在就是把我们前面准备好的这个面粉的部分跟我们的奶油块来混合。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两个材料混合到均匀就没有问题了。然后这需要花一点时间。现在我们的这个搅拌里面已经完全看不到面粉了，所以我们下一个就是要把我们这个蛋液混合进来。蛋液的部分我们会用到一颗的这个蛋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半的鸡蛋，就大概是25克左右。那另外25克可以用在我们待会的这个表面刷的时候使用。那我们只要把这两个混合均匀。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把它混合到我们前面的这个面团里面。那一样就是混合到我们这个蛋液都完全的吸收到面团里面就没有问题了。也是采用这个压拌法。好，现在我们这个蛋液的部分都已经消失在面团里面。接下来就是来分割我们的这个面团。我们这个塔皮需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塔底，那塔底大概会用到350克，然后塔的上方这个表层会用到300克，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刚混拌好这个面团，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好，所以这两个面团分割完之后呢，一个就是比较重，一个是比较轻的，就是大概可以辨识一下。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前一天把这个动作完成。那如果是当天做的话，你要让它快速冷却比较好操作，可以直接放进冷冻库里面。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放进冰箱里面。那有关这个塔皮的部分，我们先来做这个塔底。那我们今天会使用我们的这个九寸的这个塔模来帮助我们的成型，然后因为要容易脱模，所以一定是要这种活动式的这个底模。然后为了脱模容易，所以我通常会在底部放一个这个同样这个直径的这个防粘的烤纸来衬在底部。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塔皮的部分，就是比较重的这个塔皮部分，把它擀开。然后我们擀开这个厚度大概是3mm到4mm 之间。好，这个完成之后，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塔皮的做法是我们不用在这个底部扎洞，现在就先把它放回我们的冰箱里面，然后继续我们的这个上塔皮的擀开。好，现在我们这个擀开之后，只要确定你这个面积足够 cover 整个这个九寸的这个塔模，然后我们就把它移到旁边。然后我会建议各位使用一个这一种所谓的细胶烤垫，因为待会会移动的时候比较不会粘在底部。没有细胶烤垫的话，就用这个一般的防粘烤纸也可以。然后就是把它移到这个上面来，然后移到上面来之后呢，我们待会把它放回冰箱让它冰凉，最后我们再来操作使用它。我们现在来准备相当重要这个内馅材料部分。那我们今天做的是它的经典配方，就是我们的这个黑樱桃，你可以称它为 dark cherry 或者 black cherry 都可以。假设各位可以找到像这样冷冻樱桃是最好，如果不行的话，用这个罐装的樱桃也 OK， 或者是直接改用我们的冷冻蓝莓来取代它，那做法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 corn starch， 就是我们的这个玉米粉跟我们的砂糖做混合。然后接下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樱桃的部分放进我们的厚底锅，就是我们的 saucepan 里面，然后我们的这个搅拌好的糖粉，然后最后是我们的这个柠檬汁。那我们今天做的是内馅哦，不是要做这个果酱，所以各位不用这么的就是小心机，它主要是要把它的汁液收到粘稠而已。那我们先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呢，就放到我们这个 sauce pan 上面，我来煮它，把它煮到这个浓稠。我们用这个中小火来煮它，然后我们先把它煮到这个汁液滚了之后呢，我们就设定大概12到15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它把这个酱料收的再干一点。那我们就先来煮滚它。好，现在我们这个锅边已经开始滚煮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火再稍微再转小一点点。然后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设定12到15分钟，让它把这个酱汁收得浓稠一些。那我们就设定我们先用12分钟，然后在滚煮的时候呢，就是一边保持搅拌。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已经经过了12分钟，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个浓稠度。那它必须煮到像这个状况，就是你提起来，它里面这个果酱的部分就是会很缓慢的滑落。那我们就让它放凉以后来备用它。
接下来准备另外我们的内馅材料，就是我们是卡士达酱的部分。那卡士达酱，各位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或者我的这个网站上面找到它的做法。我今天就不为各位特别另外做示范。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今天会混合我们的这个兰姆酒来增加它的香气。那我们今天会使用到分量大概是在360克到这个400克之间。那我们现在来跟我们的这个rum 的兰姆酒来混合，把这两个材料混合到均匀。接下来就是为了方便操作，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卡士达酱装进这个挤花嘴面。那我会建议各位使用这一种瓶口，就是比较宽的这个瓶口的挤花嘴。那待会放进塔姆里会比较容易一点。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卡士达酱通通都放进来。现在就来进行我们这个内馅的填充。那当然我们这个目前的塔皮是在冰凉状况，我们刚刚准备好这个卡士达酱，我们就先从外面这一圈开始，然后把它全部都用完。那樱桃内馅就是放在这个整个塔模的中央的部分。好，接下来盖上我们这个上面的派皮。好，现在就是把我们这个冰凉的上塔皮放在这个上面，那我们就小心的把它移过来。如果它在冰凉状况下，其实还蛮好移动它的，然后就是覆盖到上方。然后我们因为它旁边有这个金属区，还蛮容易切的，所以就大概稍微轻压一下，它这个塔的这个痕迹就会出来了。然后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刮板把它多余的部分把它切掉。好，这个完成之后，如果你的塔皮在这个时候太软的话呢，你可以放回冰箱冰凉，让它上面比较硬以后再来进行下一个操作。然后我们现在就先把它放回冰箱，我待会再为各位示范如何上面完成它最经典的这个菱格纹。现在我们就来完成我们这个塔皮上方最后的装饰。那首先我们就是准备一颗鸡蛋把它打散，或者是你前面留下的另外一半的鸡蛋的蛋液都可以。然后就是把它刷在我们这个表面上方。这只是为了让我们待会烘烤的时候它颜色比较漂亮，上色会比较焦黄，颜色好看，那不用刷太多。下一个动作就是这整个的装饰里面最重要，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巴斯克蛋糕它经典的样子，就是上面这个菱格纹。那我为各位示范，就是用我们这个刀叉这个刀背的这个叉子的部分呢，在我们表面轻轻的画过这个痕迹，然后用菱格纹的概念来画。现在来把我们这个巴斯克蛋糕送进烤箱。那我们烤箱预热温度是我们的摄氏180度，也就是华氏350度。那烘焙的时间大概会落在33分钟到40分钟之间，会跟你这个塔皮本身冰凉状况有关。然后我们现在放进烤箱的中层或下层，只要烤到表面这个金黄色出现就可以。我们今天的巴斯克蛋糕在我们的烤箱里面大概烘焙了35分钟左右。那我们出炉之后大概会需要花1小时甚至到2小时的时间让它完全冷却才适合脱模。那我们现在这个蛋糕体已经冷却了，所以我们就来进行脱模。只要准备一个高一点的这种瓷盘当它的底，然后往下它就可以很容易脱模了。
今天我为各位示范这份来自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蛋糕，它在口味上的层次是相当丰富的。在我们外面的塔皮部分，因为加进了我们的这个柠檬皮的关系，所以它具有淡淡的柑橘香气。那有关内馅的部分，因为我们有这个卡士达酱，而且卡士达酱又放进我们的 rum 莱姆酒，然后最后我们的这个中心的 black cherry， 让整个质感大为提升。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为你做的示范。最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Enjoy。